想我很感谢文化大学培养很多优秀的华冈人哈，华冈人。那在我们文化大学在60周年的一个校庆，我想我会祝福我们整个文化大学现在在做的永续的发展，永续的一个发展，那效应更加的长荣。我想这是我非常感谢文化大学带给我在人生的一个旅程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培育的阶段。